经就是我们的了。输出，竟敢嫌我洗碗和削皮很慢！若不是比拿菜刀，而是比巨战斧的话，可是不会输的。只不能就此放弃，到美丽的拉格尔特女王吃到我做的料理为止。还是有啦，可以拿来练习。在用纯银之前，可以先练习。我爸拥有的是比尔托修拜因佣兵团，那有不少凶恶分子，他们可是很有本事的。最近弗雷斯贝尔谷佣兵团吧，他们的团长过世了，他们是很受好评的佣兵团，少一个竞争对手真令人开心。我想最好是趁现在收购下来，还是去跟爸提一下吧。没想到范达美团长居然死了，我如果有时间也得去一趟卡拉姆遗迹才行。那有强大的怪物技术寄居在那里，但我也算是一个佣兵。不，如果只有我一个，也只是在增加一个坟墓而已吧。等我集结到六个佣兵就会出发。六个人是因为迪亚佣兵团中最标准的部队人数。还是开着的、啊。冯斯麦姆港在对面楼梯往下走的地方，因为迪亚的巨人兽有潜入云海的时候呢，不将门打开并无法出航。但很幸运地能自由出入的时期，也能自由招来前往其他巨人兽的船吧。但并没有通往斯培尔比亚的直航班次哦，与那里正处于断交状态呢。没有，会有东西。确定出利南，利南转小。这有东西。どれどれ。这里竟然有鱼！黑漆漆，应该是吧？而看不出他的神剑有什么特别的、啊。真的有东西耶！还好我上来。お宝回収。谢护镜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我以为这里就只是像，何が出るかなと，只是像那个罗马竞技场那样而已。居然是个看起来。よく知ってるわ。神威战朱雀滚是这样，朱雀确定出朱雀，当
然啦、啊，都是朱雀的那个。哎、欸，别这样好不好？朱雀有开锁，超好用的，只是长得很奇怪而已。どれどれ？よく知ってるわ。林肯也会开锁，林肯又不是神剑。毫无反应，就是个墓碑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北京山茶花，摩格摩格斯，他，いただき，开锁山。这种断崖最恐怖，是蛮恐怖的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黑葡萄石，泡泡山。不过这好像也是断掉啊，是那个吗？被光弄断。先往这边吧。毫无节制的卫星轨道炮，都不怕花一堆钱，把技能还来，不是？我们的朱雀还在。跳不过去。よっと。よっと。跳不过去。打。觉得这应该是要给我跳过去的，没有错吧？可恶，我觉得差一点。よっと。た。た。よっと。靠潜水，可是要有一边过得去啊。よっと。よっと。走不上去了。よっと。よっと。うわ。耶。光啦！噔噔噔噔，挂了。お宝回収。钢筋片。哎！我操你妈的！清らかなる水の力よ。慌てるな。耐えることも必要だ。不，八千千万。啊，他
这个会乱弹是很鸡歪哎。慌てるな。耐えることも必要だ。皮卡尔啊，哦，比利尔，比利尔，请问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八七哦，我一千多块，甚至两千多块，我不知道多少，干。有先生、主播先生会跟你说的，请去找他们吧。算我已经知道内容以及谈话后的结果了，晚点再来找我吧。我已经准备好适合你的东西了。范达美先生去世，弗雷斯贝尔古幽冥团也不会消失，我们会继承范达美先生的意志的。从尤先生和那祖奥先生那里听到了吗？我们也要加油，很期待哦。班长，哦，我要变团长了吗？弗雷斯，我是天将哦。弗雷斯贝尔古幽冥团愿意前往阿尔斯特的任何角落。我跟妹妹之所以成为佣兵，也是因为范达美先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救了我们。我们还没有报答他的大恩，没想到他就这样走了。虽然佐奥先生和尤先生他们正在努力，但往后这会变得怎么样呢？为了成为建筑，我会尽力协助的哦。成为建筑之后，想去各种佣兵团看看，这样的话就能在阿尔斯特中旅行了吧？要找到爸爸和妈妈的仇人。何が出るかな？よっと。倒不如说，我觉得光早点出来就没事了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啊，不好意思让你担心了呢。我拥有聚集于范达美底下的可靠同伴，尤汉族哦，还有你们也是，我们已经同伴喽。啊，不要爆雷好吗？都还没有干，还没有去问。没有跟他们讲话，其实雷克斯你来了，你摆出那种脸嘛。老赖交代我说，如果他有什么万一的话，要我传话给雷克斯。曼达美先生有留言给我，没想到他事先预料会遭到不幸了吗？因为遇见你，有这个可能，但我认为不是那样子的。佣兵是一个不确定自己何时何地会死掉的职业，为了不要留下遗憾，一定会在出发之前把想传达的事情托付给其他人的。把他说了，挺好。雷克斯，我要把这个佣兵团托付于你，我就知道。惊叹号问号。那个，其他还说了什么？就这些。哎、欸，要托付给我？开玩笑的吧？开玩笑哦，这正是有老大的风格且清楚明白的留言啊。这很清楚明白没错，但是为什么是我？因为老大他非常中意你啊，而且这个佣兵团的大家也都相当中意你啊，还有包括主哦，不但很直率也很有决心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希望，这是天降。我经营酒店，不过那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力量，没错，但是你有让人很期待的某种力量，大家也是都这么想的。雷克斯，你愿意继承老大遗志吗？你拒绝会怎样？爱丽丝的胸部垫出来是怎样？
我怕跟《圣剑传说》一样鸡巴。啊，我没有记录哎，有我要作死看看吗？我还是选继承好了，我知道我来经营吧。好啊，说的真好，不愧是老大看中的男人。不过经营佣兵团要做些什么才好？你刚刚说范达美老大的留言就只有那句话而已，对吧？就只有那句。但是我跟左右当然会协助你，不然叫你经营佣兵团负担可是很重的嘛。也就是你只要负责指挥大方向就行，细项的部分交给我们来做，后面再慢慢交给你经营。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吧。好，首先是关于佣兵团的说明。我们佣兵团会横跨各国，接受来自各地的委托，诸如护卫工作或讨伐怪物、收集物资等等任务，也会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任务。对，雷克斯，你有没有因为神剑太多而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困扰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可以在接下任务之后派遣那个神剑去执行任务。如此一来，不仅神剑能赚取经验，雷克斯你也能赚取报酬。光说不练也不行，你先选一个任务并接受委托，然后试着完成看看吧。有啊，通通解放了。啊，他体内 自然产生火焰。你解放佣兵团菜单。菜单。你他妈是怎样啊？中国来着啦！有关佣兵团的事，可从主选单佣兵团确认。那应该叫选单吧，不是菜单吧？第一个任务，曾到弗雷贝尔谷附近。看到过巨猿吧？他要是想跑进村子里，就麻烦你赶走他。搬运技术、工业技术、生产技术。就是你的 Kokoro Go！ 对啊，那时候我遇到风属性怎么办？新部队，只有一只够吗？够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就是场景技能啊，风属性啊，有很多都需要风属性啊。你看风属性之力二，不过焰也不行就是了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扣扣了回来没有用，验还没有达成，所以没办法。那你就进。太快了吧，超快。是失败了还是完成了？噔噔噔噔噔，好厉害啊 Kokoro。
一分钟，我现在也看到。看来也顺利达成了，不愧是雷克斯。普通神剑可同调数量增加了，可新接受委托的佣兵团任务增加了。佣兵团接完任务之后，依照其表现知名度也会上升，而委托数量跟种类也会变多，而且你能管理的神剑人数也会增加，都是好处呢。这次是尤先生为我们准备任务，可是今后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这个嘛，我们这也是会转几件任务给你的，不然就是去城镇里晃晃，听听人们的心声。因为有很多正在为某些事烦恼的人，所以委托案件也很多。回到阿凡利提亚或古拉看看，可能也不错呢。なるほど。啊，对了，还要给你一个建议。每个任务呢都有不同的要求，然后每个神剑都有其适性。仔细比较之后，在编程部队可以缩短达成任务所需时间哦。所以说，为了能有效率进行任务，必须要好好思考大家的特性才行，对吧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接下来雷克斯，你这样多做一些任务，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点一点地把佣兵团交给你的。到时候还要回来，还要再考验你一下，所以偶尔也要回来这个村子看看的。虽然说要交给我，但还是要考验啊。然后如果你的神剑很闲，不知道做什么啊，就尽量多接一些任务吧。委托案件多的是，这世界上除了战斗之外，也是有很多人需要佣兵的力量的哦。哎，这样啊，原来范达美先生是做这样子的工作。为了不要辜负范达美先生的期待，我要努力经营成一个很棒的佣兵团，很棒的觉悟哦，雷克斯。今天也今后也请你多多关照佣兵团。请购买商城道具，时间沙漏，扣杯。一皮晚安。紹介に戻ってから。スペルビアを経由して鳳凰町が最短ルートだな。港に紹介の船が来ているかもしれんの。ならタダで乗れそうだね。行ってみよう。お金いらないんですか？サルベージャーならタダで乗れるんだ。ホムラたちのことも交渉してみるよ。それは助かるもん。说好像雷克斯没钱一样，虽然是没什么钱啊，但还是有钱啊。看来你终于成为弗雷斯贝尔古佣兵团的团长了。我们再简单复习一次说过的事情吧。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任务委托。当佣兵团收到新的任务时，会以弹出资讯进行提示，请打开功能表进行确认。要达到佣兵团任务，必须对于神剑部队进行编组。有一部分任务需要用到神剑的特定技能。选择合适的神剑进行编组去执行任务。另外，佣兵团有着佣兵团等级，达成特定任务便能提升佣兵团等级。因为如果差不多提升了佣兵团，该提升佣兵团等级就去问有什么新的情报吧。提升佣兵团等级后，便能接受更困难的任务。那么就祝你五运昌隆啦！量啦，太多了吧？好了啦，你就一个地方跳一个，我们就会去看了，好不好？欢迎回来，你的冰桃机动装置吗？怎样？哦，跳完了，恭喜！在英维迪亚有出产名叫黑石榴的水果，一会儿甜，一会儿酸，一会儿又苦，每日吃滋味就会有变化。哦，真厉害呢！范达美叫我带到这里时，那家伙将黑石榴给了我。那时的黑石榴非常涩，所以吐了出来。大哥。那样的我，那个大叔笑跟什么一样的，对我却随便就死掉了，所以才说大人都不讲信用。他怕你不肯接这样。
会的。啊，买到没钱啦！心灵队佣兵团任务有在接吗？完成任务等习惯之后会交付重要工作给你哦，偶尔要回到这个村里来哟。又加了新的任务哦，多啊！我这里并未 收到委托，要不要去街上走走或跟一般民众说话呢？不能光在那里等，会主动去找工作才优秀的建筑。不管你这么优秀，这件事也不用我多说吧。真的，我都会一个一个去问。有任务做就要知足了。佛系。这是什么？我一堆沸腾的东西。有一张图会上车是这样。现在过去游戏积分又有个很鸡巴的徽章。哦，我知道，那早就有了，那早就有了。好，上一季就有了吧。该说是普普通通吧，直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范达美老大已经去世的事情啊！哎呀，怎么闷闷不乐的？这不是该给新领队看到的样子啊！佣兵工作随时都可能丢了性命，就连弗雷斯贝尔谷佣兵团团长也无法幸免，真的，随时出去就被星星揍啊，要不然就是掉下去就死。他没本事好，豪气甘云是甘还是钱？有着受众人拥戴的魅力，但死亡还是平等地降临在每个人身上。你可没时间伤心哦，既然成为他的继任者，就更是如此。现在只管一心一意向前走就对了。拿到金牌就好了，又不知道当职业选手，又懂，又不是职业选手或实况主，拿上去也没什么吧。要拿到金牌奖励就可以了。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新的商品可以买啊？可恶欸。是连饰品那些都要买一买，麻烦。修理起重机要两个人形的，怎么有一堆？游戏就是为了变强。因为我几乎就是打到金牌就放着了，我只是要奖励而已。所以我觉得我抽很久啊，我觉得一堆重复的。
翡翠。简单来说，他们就是工具人而已嘛。其实也还好哎。然后那只叫什么？十六亿，我应该比较不缺吧，可能没有暗的。哦，刚那只狗叫五郎哦，刚好像对啊，我刚刚觉得好像有点熟。五郎是只狗还好，在银魂里面是只蟑螂，好不？真假？真的啊，不然呢？而且还是一只母蟑螂。玉兔。叫玉兔，雪菜，看飞影妹妹哦。雪菜怎么会喜欢伤员呢？哎，雏菊。看过你啊，海潮。高级路人脸是怎样？就是那只力王吧。我觉得应该就是在直立网吧。一样的脸，真的假的？太偷懒了吧！什么黑肉？那不是黑肉，那根本不是人的样子哦！哈哈哈。来吧，稀有神剑！因为那些都是路人，不然看到一只手。好，大 boss， 谢谢大家。
有那个，我只是按普通，所以他这样。所以男性型。森林雪，到谁有啊？他有，对，还有森林雪跟怪力，没有怪力，有森林雪。嗨嗨，了解。よっしゃ、任せてくれよ。期待して待っててね。よろしく頼んだもん。以为是锤子，我觉得他就是力王吧。全部部队都在派遣中。一次只能，一次只能派一个部队，干！三小。我去上厕所。外面又在下雨，只需要脸偷懒。
不会啊，战斗的时候至少还有嘛。是你啊，巴恩的手下。这是前往阿凡利奇亚商会格尔特蒙特的巨神兽船摸。打捞员的话可以免费搭乘摸。那么即将出航摸。有名人なんだね。まあここでの仕事も長いからね。さてと、俺は帝国行きの船の手配してくるから、みんなは先に宿に行っててよ。オッケー。じゃあ後でね。哦，斯培尔比亚帝国的船是从四楼的格尔特蒙特飞行甲板出发的吧？我记得有个柜台在那边可以完成登船手续。好，走吧。就轰不来跟着了。又懂。哎，在阿凡利奇亚，除了诺鹏族之外，最多的就是斯培尔比亚人，对吧？然后也有很多跟我一样在斯培尔比亚出生，然后移居到这里的斯培尔比亚人。主要原因就是斯培尔比亚巨人兽不适合生存，土地枯竭，能收获的食物也不多。也有很多人移居到古拉，但这里的工作比较多，都没办法进入斯培尔比亚帝国军也是原因之一啦。然后最弱就是斯培尔比亚人。喧嚣直敌，啊，我们哈娜是真的喜欢吹自己。卡卡岛，还捉了给白虎干嘛？我哟，谢谢老骷髅的 host。哇，是我太少在打捞吗？为什么？有些我都没有看过这东西。是没买过这个。有其他甜点吗？早上的时候没人，他也跟我说有人啊。你这边还比那边贵。哦，他还是佣兵团的。
还是他需要佣兵任务？那么最近在打捞途中遭遇到怪物袭击的事件逐渐增加了吗？在云海中，你在陆地上更难以行动，遭受袭击的话可撑不下去吗？害怕船员而不敢下潜到云海的打捞员急剧增多吗？正因为如此，西优可也不想要潜入云海，而是坐在这里眺望风景吗？少来雇个护卫的话，举起勇气来潜水吗？真的吗？能帮忙保护西优可吗？那很感激，全靠你了。好久不见一级怪，好久没打捞，也打捞一下好了。レックス、お土産期待してるっぽ。ジュリー、サルベージ、楽しんでくれよ。那么多话，要赶紧把我删除。まず、糟糕了。全部都按不到，嘿嘿嘿嘿。哎，全部都没按到，然后这么多东西怎样啊？不行，我要再来一次。サルベージ、楽しんでくれよ。啊，我第一个都按不到。行ってきます。お待たせ。噔噔噔噔噔。有阿弥陀轮，有阿弥陀轮了。结果这个做完了，结果我做完了。哟的，太久没打捞了，真手变烂了。哎，那个一级的打捞技术那个变好好，妈的，你这个废物！哎，废物呢？废物不见了。有空的时候和赫哈尔一起跳舞的，跳舞跳得正好。我虽然也不想输给他，不过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好不容易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又有工作，得再加把劲才行。我怎么听你讲过啊？最近巴恩大人似乎非常忙碌，完全没有秘书和跳舞的工作哦。因为是采佣金制的，钱赚的少很让人担，很让人伤脑筋呢。哎，该怎么办啊？他飞不去哪了？他欸，之前卡盖盖利用存在感很低的点偷偷溜进涡轮号或长号里面摸，然后发现一个不错的打捞点摸。因为是格尔特蒙特的打捞员，都不晓得秘密场所，一定能捞到好东西摸。我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舰主，虽然天赋很重要，但还是有知识比较好。你知道吗？加深与神剑之间的牵绊之后，就能使出强力的必杀技。你早就知道了，对吧？那这件事呢？火星水晶先在阿凯迪亚接受洗礼后再触碰的话，比较容易通掉哦。他存在感低，没有人理他。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有团体客来预约的吗？
日几乎能塞满220坛的庞大人数吗？你有野托野托的话，人手不够，正在寻找临时工作人员吗？但是实在很难找。帮大忙了吗？非常感谢吗？还好吗？你脑子进水吗？难道说你认为法拉拉是在模仿怪物的叫声吗？没有关系吗？大家都这么说吗？反正法拉拉什么的。法拉拉有个梦想，想成为很棒的歌手，变得有名吗？只要法拉拉的传闻在阿尔斯特四处传开，进入那个孩子耳中，应该就不会寂寞了吗？于是儿子索拉拉出海捕鱼却没有回来吗？你还活在什么地方才对？你想要立刻去找他，不过法拉拉会晕船，我也没有办法去找他摸。至少要把法拉拉的名字传达过去，这么想着就开始唱歌了摸。我觉得想到索隆啊，哦，真厉害呢，真的是在敷衍。不过就像你听到的那样，法拉拉歌唱得很差摸，那这样下去只会四处传播很会模仿怪物的声音摸。愿意帮助法拉拉把歌唱好摸。不是找你儿子吗？哇，真开心摸。有个客人曾经告诉我某种药只要吃下去歌声就会变得很美摸。你确定不是没声音吗？好像是叫做歌唱达人录的药摸。那种药只要就只能收集材料自己做出来摸，能拜托你摸。还有精神的回复会让我想起索拉拉的事情摸。要制作药物需要古拉能采到的铃铛莓果、熊猫三色堇，还得仔细熬煮摸。我好像都有啊。只要把材料拿来直接用食堂的厨房就好了摸。还听说制作的时候要绝妙的比例才能调好药物摸，让你能成功摸。云海也是海。神爱聂尔吗？よっと。等一下巨菇派好了。原本是在空岛吧，后来现在在月亮，不是？在亚洲出来之前，先自主练习摸。任务完成了摸，太厉害了摸！这就是传说中的歌唱达人录，我吃吃看摸。咕噜咕噜咕噜，有点苦又有点甜，是完全搞不懂的味道。不过就马上来唱唱歌摸。听起来像是打呼声啊。怎么样摸？摸摸摸，果然就算吃了药歌唱也一样差摸。还是说材料的比例还不完美也说不一定摸。你不要道歉摸，说出强人所难的话是法拉拉摸。非常抱歉，不过能不能改变比例重新做药摸。为了法拉拉的梦想，为了不要让索拉拉感到寂寞，万事拜托摸。胖哥唱，胖弟唱歌应该是好听的吧？嗯。一个19，双尾饮料这样。全部做一遍啊，烦死了。
涩味饮料，苦味饮料，结果是46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威利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歌唱达人，入我吃看看摸。要环绕着喉咙，肚子也温温热热的摸，立刻尝尝看摸。噜噜噜噜噜噜噜哩啦啦啦，摸摸摸摸。发出了非常不得了的美丽歌声摸，可以上台表演了摸。这十好吗？加起来要十好吗？各位，请仔细听听看，重生后的法拉拉的歌摸。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歌声啊！哦，你要去日本了，谢谢样的10个月订阅，感谢。早安差哥，等等，坐飞机今天纪念10个月生了。这个就像是妖精的歌声一样，这真的是法拉拉唱歌吗？简直像是一个人另一个人吗？去日本生产，要去也是去美国生产，拿个绿卡吧。哎，怎么你还有任务啊？你很安错，抱歉，不休息。你是那时候的，那时候受到你照顾了吗？多亏了你来听我唱歌的客人增加了吗？不过果然只靠歌声要让传闻传得更广，非常难吗？那这样下去，法拉拉的传闻好像没有办法再传到儿子索拉拉的耳中吗？原来那个药没有时效性吗？日本人很排外，所以法拉拉仔细想了想摸，不要只靠法拉拉的歌，还要传闻中加上法拉拉的美味饭菜摸，可以一边听法拉拉妈妈的美丽歌声，一边享用美味饭菜的店摸，那应该比较容易传到妈妈深爱的索拉拉耳中。既然就这样决定了，就立刻做料理，摸摸。法拉拉最擅长料理的材料用光了摸，要是没有莱诺兽的尾巴和尖嘴楼的双酱肉，就做不了摸。告吧，好嘞。埃及的几大堆，不管是哪个，在交易所都不太容易买到，帮帮忙摸。莱诺兽的尾巴在印地维亚。尖嘴兽的双酱肉在古拉比较容易拿到才对。よっと、よっと。应该说日本超级锁国的吧。欧姆拉应该不会喜欢这种。哦，告，不是告，是干。